又是一个下雨天啊，郑州呢简直是一天入冬了。看我穿的大睡衣，带着我们家的狗子回去见孩子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大美啊。下雨天，我想着在家宅也是宅。我儿子呢今天没去上课，所以呢我早点过去陪他们。上次答应他们带狗过去。但是昨天真的太冷了，冷得我一天窝在家里连动都不想动，感觉我今年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，就是气血亏，经常就是有点那种失血过多的那种累，就是睡不醒，你知道吧，并不是说懒洋洋，就很难受，一睡睡十几个小时还没有缓过来的那一种。哎，但是我已经很努力去养生了，每天给自己煲点西洋参汤啊、猪心汤啊、排骨汤啊各种汤，然后也很努力不去熬夜了，但是还是可能是真的是年龄到了啊。你看我今天没有化妆，就穿了个睡衣跟他们在一起窝着，再的话我今天又是要去收拾卫生了。有人说哎呀我没有必要说老是自掉身价啊去收拾卫生，怎么要治他，我治他干什么，现在都处成了朋友，你愿意帮就帮，不愿意帮就拉倒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一个当妈的去给孩子洗洗衣服，在孩子住的环境呢给他收拾一下卫生，这没有什么毛病。三个驴肉火烧，四个吧，四个，对，还要等吗？好吧，两个要辣的，两个不要辣的。这么大的鱼，我要拿着驴肉火烧，还要抱着你。哦呦，下！不要来跟我反抗，没有用的，记着啊。我裤子湿了，我的鞋也湿了，那车又停不下来。你走，要不要咬一口？如果有一个车这样变穿越了，我看见是他这样趴着，球都发现我了。球走话你不吃，球留吃驴肉。你咬一口。我就给你买的。他吃，我给他吃的。他不吃这个肉，驴肉他不吃。为什么？姐姐等一下就回来了。怎么知道？球球他也吃吗？贪吃的球球又掉了，弟弟掉了，弄给球球吃。嗯，你给他。有两条路，走左边。放地上，将它都舔到你的手了。扔地上了那次。你们俩是不是最喜欢吃这个的？我下午就来了，跟弟弟躺了好久了。下雨天，我是把球球抱上来的。对呀、啊，不然地都是湿的，等一下来了一身脏，家里也脏了。一会儿给你把刘海剪剪啊。嘎不要啊，太长了。我先把马桶刷一下，你们都不刷马桶吗？没刷过。没刷过？你看爸爸刷过没？那每次都谁刷啊？没有人刷。干嘛不刷一下？你看你爸爸尿尿跟弟弟尿尿，弄得到处都是。我不刷了，我拉屎。等一下，弟弟，你每次尿尿的时候不要弄得到处都是，知道吗？懂不懂？不卫生。你看，你们都这么脏，这个池都不擦了。爸爸擦。爸爸不擦。关我们小孩什么事？那小孩要帮忙啊。为啥你们的玩具都要放这儿？你看多可爱啊，来，走妈妈。妈妈，我叫球球，他刚才一直看着你。球球，他们又看你，生气。来，球球。哎，球球喜欢妈妈还是喜欢我？就喜欢妈妈，不爱我了呀？啊，爱妈妈不爱我了？啊？妈妈。换这一套是不是舒服啊？我的技术杠杠的，杠杠的。你往后站着，站在这边。这个心，会
啊，我有洁癖的呀。哼，就你这种不讲卫生，你还洁癖？哼，那你衣服别动。球球啊，猪姐姐，一动就剪坏了，别动，放松。那你抱垃圾桶，你非不抱？就是变抱。我拿东西给他。可以，不是我选，就这样。上次拖到现在才几天，就这么脏。小臭，谁弄的？谁弄这么脏呢？啊，球球，哼，球球，这么久才来一次，还脏吗？不是我弄的，是爸爸姐姐弄的。你没弄吗？我没弄。干杯，等了100多分钟的外卖，等了好久了。莫森奶超喜欢喝这个，没事。你爸看我穿睡衣，以为我要待在这过夜，吓死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爸看我穿着睡衣在这一动不动，没有要走的阵势，知道吗？他催球球走，他说球球该回家了。哎呦，真是的。当我们已经躺着。你们已经要躺着了，九点了。九点。嗯，明天上学呢。还要吃水果呢。你们俩还没刷牙吧？亲亲又来我们这边。好，飞吻一下。拜拜。爱你哦，拜拜啦，走吧。好。回来家里洗了个澡，洗了个头啊，全部从头到尾都是那个烟味啊，因为今天降温了嘛，所以窗户一直都没有打开。关着窗户抽烟，我可能一个人生活习惯了，我也不抽烟，所以我闻到那个烟味很难受。那个衣服啊，全部都是那个味道。今天的事情也是蛮搞笑的，只不过是我觉得这种天气啊，去到家里也是窝的，所以我才穿着睡衣一待，直接从下午待到晚上，孩子洗完澡了，九点了，我还没走，人家以为我要在那吓得。对球球说，哎呀球球你该回家了。前两个视频啊，就是有大家发现我最近在用的这一款酒色的补水喷雾啊，它呢是一瓶300毫升的，非常大的啊，平时的补水喷雾只有120毫升，还不及它的一半啊。这个呢是玻色因保湿补水喷雾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，添加了透明质酸钠以及呢马齿苋提取物、北美金缕梅提取物，可以看一下，主要是由三大这个成分啊，都是纯植物提取的啊，含有多种保湿因子啊，又添加了玻色因啊。原相机看一下它的品质啊，主要由这三大成分啊，还有玻色因雾气，再欣赏一下，细腻吧，超级细腻的。所以呢，非常值得你们去入手啊！29.9，300毫升，都是新鲜日期的，保质期3年啊。这个保湿喷雾真的特别好用，而且它的包装我也超喜欢的，是橙色的啊。你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雾气是不是非常细腻，喷到脸上你看很舒服，而且它一直按压，不用说摁一下摁一下摁一下那么麻烦，直接长按。特别舒服，而且呢你看我喷到眼睛里面也不会流泪也不会难受，特别舒服的。这个呢链接我就放到下方了啊，29.9到手这么一大瓶啊，整个春夏秋冬都是要用的补水喷雾啊，没事的时候喷一喷呢对皮肤是好的，你看我皮肤现在都是好的发亮的，素颜你看脸上的皮肤也比皮脖子亮这么多。但还好我是没有什么颈纹啊，就这有一个痣要去点都还没有去点掉啊。哎呀，准备睡觉了，今天打扫卫生也干了一天。